问题是不要，我就很讨厌人家说的跟做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有本事你就给我一路坚持到底。那我们刚才说郭董说坚持两大两小的这个概念，然后他说是对台独有所攻击。是这样的哦。其实台独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说有信念我也不会觉得，有信念我也觉得，那有信念很好啊。问题是不要，我就很讨厌人家说的跟做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像史明，你知道，你说有本事你就给我一路坚持到底，那我也佩服你啊，对不对？都是很讨厌那种，那说的跟讲的话，到尾一下又不喜欢那样。那你现在你怎么看？就是说郭董他就是他坚持要两大两小，而且他又说你是偏绿，他是偏蓝。他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小党的话应该是民众党跟亲民党。那以我讲过嘛，以他的立场，他讲的都对啊。有时候以他的立场嘛，他的立场，他既然亲民党也有人，民众党也有人，然后国民党他其实他还国民党他还是有重点支持的立委啊，区域立委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也是我们一个我在个人政治思维上的一个改变的，就是说共荣还是台湾社会一个大特色。什么叫共荣？就是说，其实超越蓝绿也不是要把蓝绿消灭，是让蓝绿。可以在这个社会和谐生存。后来发现，你知道，硬是要把敌人干掉，那个成本实在太高了。所以有时候，如果这个社会不能用共荣的精神，你知道，只是让这个社会更加混乱而已。